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大陆这边用外卖软件点了一些美食，看一下。我们点了这个是什么？那个？你在吃的？巴西什么？烤肉饭。对。两盒寿司，生鱼片一盒，这是重庆酸辣粉，一杯奶茶。这样总共多少？60多，这边是。这很便宜耶，不到100块人民币，而且他们外送点外卖的话呢，他就是还会给你折扣。那你说外送费通常会多少？贵的有8、9块、90块，便宜的有2块、3块的。这会看你住哪里，看距离。但是如果是麦当劳、肯德基那种的话，就统一都是9块钱。现在来吃看外卖的东西好不好吃？我们前几天有叫几次，我觉得非常棒，很好吃啊，烤肉饭。吃很好吃，巴西烤肉饭。我们那边的话，这样一盒应该要卖150台币，快40块。你不是说卤肉饭很便宜吗？卤肉饭便宜啊，可是那种就是特色的烤肉饭不便宜。接下来试试看生鱼片新不新鲜，大一片。我们那边叫它叫鲑鱼，这边叫三文鱼啊。芥末？不是不是，我在吃的鱼好像。不会说不新鲜，但好像也没有多新鲜。又可以吃一个。生鱼片沾酱，每个人吃法也不同。有人会把芥末直接加在酱里面，然后一起沾。我会先把芥末放到生鱼片上，然后再沾酱油。像这样的说法。啊，好酱，这很贴心呢。它下面有是放冰块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它下面是放冰块，也有水。你们没有吗？我们不会啊。外卖肯定都会放冰啊，三文鱼。哦，我没有叫过这种外卖。这里面是蟹肉棒。这种啊，就像我们那边的10元寿司卖的感觉，料比较丰富。最后一个重庆酸辣粉，酸辣不辣？一般是会很辣的吗？嗯，很酸很辣，很开胃的。真的假的？这个是叫什么？红薯粉。红薯粉。哇，太滑了！我真的要来吃它了。花生吗？花生，还有一片菜，是酸菜吧？它酸菜怎么长这样子啊？他们的酸菜长得。就是一般的菜放下去煮而已，还好不会很酸，也不会太辣，味道也不错。哦，有个臭臭的味道，很像臭豆腐的臭味，好像在吃米苔木。你这边有米苔木？没有，白色的，然后长得就像这样。但它没什么料哎，说实在的，有一些肉末，很像没有勾芡的酸辣汤。哦，可是它的辣是香的，是好吃的，30几块台币而已，超级便宜的，我的妈呀！看到吗？它外送价跟原价不一样，而且它还会限制你一张单只能点几份。然后我觉得奶茶很让我意外，但它是500cc 的吧？本来是15，每单限一份，6、7块台币。天哪，超好喝的，比早餐店奶茶还好喝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拉肚子。就是我真的觉得那边点外卖超方便的，而且不管多晚都有。我们那天3、4点吧，竟然还点得到串烧，哎，好爽。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美团。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叫什么饿了吗美团饿了吗的软件，就是 APP。 所以来大陆的话记得要下载那两个，那是透过微信支付的，微信银行卡都可以，都可以吗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，然后按赞分享，谢谢你，拜拜。